早上好。你好。你想买什么？我想买一个单琴。我不买书，我买衣服。好。我想买一件蓝色的汗衫。你穿几号的衣服？我想买中号的汗衫。好，穿这个。哇，这件汗衫看起来很舒服，但这件汗衫看起来有一点儿小。好，这件汗衫是大号。哇，这件汗衫看起来很舒服。好接，丢小钱。这件汗衫花了10万美元。我没钱，我想买一双小小号袜子。好，这是一双小好小的袜子。谢谢，再见。再见。我忘了我的小帽。好，我没有小帽。哈哈，哈哈。好，再见。是 ，Go。好帽。All right, and then you have.你好朋友，我想买新衣服。你想买什么？我想买色条黄色的裤子，而是穿绿色的毛衣，褐色无肩黄色的衬衫。我想买两条黄色的裤子。我想买两件黄色的毛衣，我想买粉红色的衬衫。就是你的衣服。我也是我的衣服。I'm having Aiden edit. I don't know how to edit. 谢谢，我也想买一条领带。什么颜色？我想一条非常的咖啡色的领带。好。谢谢。我喜欢你的衬衫，它看起来真时髦。谢谢，再见。谢谢，继续 cross。